拿来向九江公墓第一肋骨塔，客用角搭已经有三十几年，塔位剩无到1800个，乡亲一直真希望有第二座肋骨塔会当使用。为此，乡公所自1805年开始，筹到大约4500万经费，今仔日正式举行第二肋骨塔动土典礼。五万完工了后，会当让拿来乡民有一个安放亲人的好所在。拿来向九江公墓第一肋骨塔自启用到即阵已经有30多年了，当中会使容纳超过10000个塔位，不过因为内中的塔位已经剩无1800个，所以在地乡亲是一直希望有第二座肋骨塔做使用。哦，咱第一肋骨塔已经使用30多栋啊吼，啊塔位吼一万几个，即马剩差1800位啦吼，啊因为民众吼会需求吼，即马咱有迄、那个需求啊来。新建第二肋骨塔，下咱的乡民吼，下摆吼会使会使用安尼。请用场第一场。这个在地民众愿望伫今仔日开始就要慢慢啊完成，因为公所这边的预算较大，已经筹到4500万来做这项工程。除了是要感谢县府的协助，那来乡长嘛对在地乡亲是非常的感恩。至于说预算呢，林内乡的整个自有裁员的预算当然是相对的少，但是也要谢谢代表会全力的来支持，以及在地九穷村民大家的体恤以及包容。因为整个纳库塔是新增在九雄村，我也希望大家共同做见证之下，让整个这个新建过程当中，大家共同来监督，用最在一个合法的时间时效内，我们来落成。看到拿来乡公所所有当人的努力，今仔日来参加动土典礼的县长张瑞生，嘛，给公所一个大大的肯定。拿来乡伫咱的张乡长吼，主政之下吼，会使讲哦，对于所有这个乡镇吼，非常的认真啦吼，嘛吼开源节流吼，倾真侪钱吼，你逐年吼变得预算吼，才有法度今仔日啦，无用吼其他公家的资源吼，会当兴建这肋骨塔啦吼，这肋骨塔吼，我甲看起来整个吼多面的这设计哦。是用禅式的这个建筑哈，对咱的神灵来讲哈，也是讲提供一个非常安息非常舒适的这个环境啦吼。所以我伫这呢感受着讲吼，咱张乡长的用心啦吼，甲公所团队的用心。其他新建工程会当如期完工，和拿来乡的神灵有一个舒适的所在，会当点名。记者李伯的采访报道。